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、到底是要进去还是不要进去啊？真是的！对不起，那个……在看什么呢？还是不要看比较好。是什么？什么？我还是从前门走好了。我也从前门走吧。喂，大家等等！早上好，小丸子。啊，是小玉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看那里。怎么了？美环同学到底是怎么了？眼睛一直看着同一个方向，还保持着同样的笑容，好恐怖啊！好恐怖啊！我们不看他的眼睛走进去吧。那好吧。他的眼睛。好像动了。哎呀，好奇怪呀，他没在看吗？小丸子，不要这样。但是他都变得僵硬了。烦死了！我能看到，我能听到，都是清清楚楚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哪里让你们觉得恐怖了？我刚刚好像听到恐怖这个词了。我要是笑的话，有那么奇怪吗？没，一点也不奇怪，不奇怪，这个笑容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哎呀，就是嘛。显然，这是在那种场合下没办法才说的话。真不好意思。蒙娜丽莎的微笑果然是最美的哦。蒙娜丽莎，是这本书，我去画展看了蒙娜丽莎。现在热门话题，现在很有人气的呢。蒙娜丽莎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蒙娜丽莎是什么东西？一幅画，一幅美女的画。可不是一般的美女哦，是绝世大美女啊。绝世大美女？绝世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啊，就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女，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美女。这个人就是那个美女？是啊。她没有眉毛，而且脸上还都是裂缝，真的是这样？都是裂缝是因为这幅画很古老，这可是500年前里奥纳多画的。里奥纳多？大画家里奥纳多达芬奇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久以前的事儿啊。你叫里奥纳多是吧？小丸子，他可不是你能这样随随便便称呼的人呐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笑得让人害怕。什么嘛，请叫他神秘的微笑哦。神秘的微笑？对我来说，人们把她当成美女倒是很神秘耶。别乱想了，全世界的人都叫她美女，那么她就一定是美女。是这样吗？她的笑容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哎。嘿，这就是美女的微笑方式嘛，感觉像是带着谜一样。啊，美环同学，难道说你刚才的笑是在模仿蒙娜丽莎？哎呀，反应过来啦。总结得有点儿。是不是很像蒙娜丽莎呀？你说像到底哪里像？大
概是他笑的样子。那倒是都让人毛骨悚然。今天早上我要用这神秘的微笑让花轮同学神魂颠倒。神魂颠倒啊，我很早到这里，一直保持这样的微笑等花轮同学来。你们打扰我了，到那边去吧。但是花轮同学已经花轮同学，你什么时候是混在冰冰那些人里从前门进来的吧？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我明明一直在等他。都怪你们两个跟我说了这么多无聊的话，我苦心想出来的计划被你们两个给破坏了。你这么说我们也现在微笑也来得及呀，梅环同学。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，放开我。嗨，宝贝儿，是在做瑜伽练习吗？好奇怪的姿势。不是的。梅环同学，快呀，扮蒙娜丽莎的机会来了。你突然让我做，我怎么做得出来啊？你们几个一大清早就这么有精神呢？有精神就说明非常开心。祝你们今天愉快。这么爽朗的微笑啊。好可惜，被搞得神魂颠倒的是你美环同学。今天是蒙娜丽莎输了呀，但是明天我一定要用神秘的微笑将华伦同学俘虏给你们看。华伦同学，你等着瞧。真是个会自讨苦吃的人呢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，爷爷？哦，丸子啊，你也来看啊。咦，猴子。很厉害呀，猴子也很有才能啊。哎，白天就看着电视里的猴子在那边笑，看来爷爷也很闲呢。不过真的很有趣呀。哎，真聪明。神秘的微笑已经让我摸不着头脑了，这样不神秘的笑法也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与此同时，妈妈莉莉丝，看好了，我现在来教你美女是怎么笑的。像这样，嘴唇的两边微微的向上扬，注意，关键是微微的哦。接下来呢，身体稍微侧过来一点，双手像这样交叉。眼睛半睁着，头不动，怎么样？蒙娜丽莎微笑哟。啊，对了，把头发放下来会更像。然后刘海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是我太美了，让你神魂颠倒了吧？你太可爱了，阿玛莉莉斯，这家伙，谢谢你了，阿玛莉莉斯，多亏你让我有了自信，这样就能得到华伦同学的心了。第二天，哎呦，怎么样了，小丸子？哎，你自己看吧。那是谁？是美环同学。比昨天还恐怖啊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我在等着，在等着你们。为什么？想让你们帮我个忙，看到花轮同学来了跟我说一声好吗？一直保持着神秘的微笑还挺累人的呀，所以。可是为什么是我们两个呢？昨天你们俩搅了我的好事，这就当做道歉吧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美环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哈哈，真对不起，不小心滑掉了呗。不可原谅你们两个。嗨，各位同学，早上好。救命啊！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美环同学，表情。
竟然忘记了。这表情好厉害啊！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吧，美环宝贝儿？你真是的，这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了。啊，不是吧？对不起，我有点头晕了。我也是我也有点晕呐。讨厌，大家都为我神魂颠倒了呀，我真是罪过。神魂颠倒，但意思不一样。可能是，可能不是。哼，没有注意到脸长的不同。哦，那个是神秘的微笑，但这个却是……野口同学，我不能说，我不会说的。点到为止就好，言而未尽的地方就让它成为永远的谜吧。姐姐的秘密，你们快点快点！等等等等我们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总算是赶上了！好像你用不着这么着急来赶这班电车呀。正好看到电车来了，所以就……本来买完东西就已经累得不行了，还要这么跑。看那边有空位子。姐姐，小丸子，你们去坐吧。太好了，我不坐了，站着就好。妈妈坐吧。不用了，姐姐你去坐好了。我没关系，而且妈妈还拿着这么多东西呢。这样吧，让我坐在妈妈的膝盖上不就好了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三个一起坐啦。对呀，就这么坐吧。小丸子，你变重喽？啊，是吗？你没事吧？第二天。好疼啊！我要上药了啊！哎呀，丸子真可怜，摔得不轻啊。知道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不哭，你年纪小，很快就会好的。虽然我小，但是还是会疼的。我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从外面就听到小丸子的哭声了。姐姐回来了，说是在家门前摔了一跤，真笨呢。小笨蛋，去。好了，疼痛过去了吧？快下来。再抱一会儿嘛。又撒娇。妈妈的胸脯软绵绵的，又很温暖。还能闻到妈妈的体香呢。哼，像个婴儿不好吗？是啊，原来丸子的智力和普通的婴儿差不多。什么嘛，真是失礼。哼，姐姐也要来抱抱吗？哎，我吗？妈妈也想知道姐姐到底长大了多少啊，过来抱一下吧。姐姐也要抱抱，好奇怪呀。都是六年级学生了呢。六年级学生又怎么样了？刚才还说我小丸子是小婴儿，自己还不是成了婴儿妖怪了。你真啰嗦，我才不要抱呢。姐姐说的没错，我跟小丸子不一样，已经不是婴儿了。我去做作业了。看到了吧，我就知道姐姐不会要妈妈抱抱的。是到了那么大的时候了吗？好啦，我也要开始做作业了。哎呀，尺子呢？哎呀，真讨厌，忘在学校了。我有办法啦！姐姐，把尺子借给我用一下。喂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姐姐，尺子。讨厌。不借给你。为什么？借一下嘛。不要，绝对不借给你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今天特别的小气呀？不就是尺子吗？借我用用。忘记带尺子回家，本来就是你不好吧？还说人家小气呢，真是没有见过比你脸皮更厚的家伙呢。借一下嘛，做完作业马上还你。哼，平时让你做作业的时候你又不做，这次不是很好吗？明天向老师说，
我昨天忘了带尺回家，所以没做作业。不要这样嘛。总之，我就是不借给你。真是的，姐姐真是坏心眼儿。妈妈，借我下尺子。借尺子？我把它忘在学校了。真拿你没办法，你去问姐姐借一下吧。她不肯借给我。耶，虽然她平时一直很小气，啰里吧嗦半天后还是会借给我的，可是今天她就是不肯把尺子借给我。是这样啊。真是太讨厌了。小丸子的姐姐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呢？烦心事？由于这个心情烦躁。就算再怎么心情烦躁，可要是比平时还要坏心眼儿，我就倒大霉了。梁子前辈啊，你们好啊。或许梁子前辈知道到底为什么。是关于我姐姐的事，她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殷同学有烦心事，这个比如肚子饿的叫声被大家听到了之类的事。我知道。不太会吧，根本就没有那种事情啊。那是不是说了笑话，结果别人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各位，我是卓别林在世。殷同学不会做那种事情吧？小丸子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烦恼了。我觉得殷同学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也不清楚。是这样啊。不好意思哦。也没有在烦恼的迹象啊。可能是你姐姐当时的心情碰巧不太好吧。我想大概是因为肚子太饿，所以才心情烦躁的吧。别看姐姐那样，其实是个贪吃鬼。一定是那样的。搞什么嘛，白白为她担心了，真是不可救药的姐姐。算了，这样的话我就原谅她吧。小丸子真体贴人。还好吧。小丸子，等等，小丸子啊，姐姐你回来了。小丸子，没事没事，我原谅你了。昨天姐姐大发雷霆，那样狠心的对我使坏心眼儿，是因为肚子很饿吧？我不怪你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是不是问了梁子奇怪的问题呀？我没有问什么奇怪的问题呀，我只是很担心姐姐，就稍微问了一下。什么担心嘛？以后别给我丢人现眼了。我哪里丢人现眼了？你是我妹妹，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让我丢脸了，不要再做无聊的事情了。好过分呢。姐姐，你这样太过分了吧。我知道了，姐姐你一定是肚子又饿了吧。来，我给你吃一块煎饼吧。我的肚子才不饿呢。姐姐。你干什么呀？姐姐，你不能浪费粮食啊。我不理你了，浪费粮食可是会遭天谴的哟。姐姐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样子看起来好奇怪。哼，不理她了，心眼这么坏的姐姐。丸子啊，那今天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惹你姐姐生气的事了？是什么事儿啊？快说给爷爷听听吧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过呀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是吗？是的。虽说小丸子平时有点调皮捣蛋，这次爷爷的怀疑却是相当的强烈。你说姐姐？丸子虽然说她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姐姐的样子……小丸子，睡觉时间到了。晚安。姐姐你不睡吗？姐姐刚才求过爸爸妈妈了，说今晚有个电视节目，无论如何都要看一下。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，我也要看。不行不行，你不是很困了吗？我不困。又瞎说。小丸子，你并不是特别想看什么电视节目吧？为什么只有姐姐可以看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等你也到六年级的时候，我会让你留下来看的。对对，三年级学生快去睡觉。喂，爸爸，你快点到房间里去睡吧，别在这儿睡啊。
是啊，去小个便，睡觉了。姐姐可以看，真开心。等你能够按时起床再说吧。哎，知道了，晚安。喂，嗯，姐姐，过来。哎，让妈妈抱抱吧，妈妈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没有抱过姐姐了呢。好，可是。哇，真的长大了好多啊。嗯，不过还是希望能偶尔这样抱抱吧。嗯，是啊，毕竟你还是小学生呢。嗯，真的可以感觉到妈妈的味道。早上好。早上好啊，要把背挺直了。姐姐，哎，肚子好饿呀，我要开始吃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今天早上你的心情特别好吗？有吗？和平时一样啊。我知道了，昨天的电视节目肯定很有趣，对吧？切，好羡慕。什么？昨天晚上放了那么有趣的节目了？真羡慕啊。是呀，姐姐心情变好的原因是个不能告诉小丸子的秘密。我要在联欢会的小话剧里当女主角了，这次的主角居然是灰姑娘，我可要努力练习呀。但是甜甜同学对我的演技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我是不是没有演戏的天分呢？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灰姑娘的艰辛，敬请期待哟。